边了。这个爱心毯面是我们贫困地区妇女手工刺绣的，我相信大家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希望看到它是什么样子的。那我们有请一起来接我，山羊，你站在这边好吗？上面写着爱心堂三个字，也有他们自己设计的一个心形的书页。那我们用现在就所有的嘉宾来给他签一个字可以吗？那这块牌匾在所有的嘉宾签完字之后呢，我们会装裱起来，在我们接下来一个月当中，我们会装修我们的爱心堂公益商店。那一个月之后，爱心堂公益商店开幕的那一天，我们会看到这块牌匾挂在我们的商店里面。谢谢张湘祥，谢谢友朋。友朋你好，我非常高兴看到你穿上了我们的 T 恤。对，我也觉得非常的骄傲。是吗？对，我听说你将会一直穿着它出席很多的活动。我今天已经买了十件，我要求十件都是的活动里面尽量的穿它。好，谢谢。尽到代言那个发起人的责任。对对对。我相信已经传遍了中国的千家万户，那在我们的很多贫困地区，他们也非常知道你的名字，所以他们今天知道你会来出席这个活动，非常的高兴。哦，对，所以我相信。其实我觉得，就是所有的年轻的朋友们。其实我们平常当然我们一定会买一些比较自己认为时尚好看的衣服，可是我认为永远的时尚永远比不过这个帮助人的快乐还有慈善。当你能够花小小的一份钱就把你做的善事穿在身上的时候，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到那种感动。所以我希望今天只有限量200件而已，大家为善不落人后，请赶快抢购。有十件已经被我抢了，不好意思。对对对，我手头拿的这张是友朋亲笔签名的卡片，他昨天晚上连夜已经把我们200张限量卡片全部签完，这将会是我们爱心堂启动的纪念卡片，一共限量200张。那接下来我们会在这里举办一个绵竹年画产品的义卖，那现在友朋已经穿在身上了，超酷，超酷，是这个是来自四川地震灾区绵竹的手绘年画产品。因为在去年5.12地震当中，四川人民遭受了巨大的损失，我们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一时间就来到了四川的灾区。那看到这个绵竹年画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但是遭受到的损失非常严重，所以呢我们把它们回到了 T 恤上，然后呢可以让更多人买到来支持他们的发展。不过我觉得我穿起来有一种古惑仔的感觉，很酷。没有，还有是你的穿起来更会很像。哎，我们是否还有其他的图？对对对对，我们亮亮好吗？对对对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那因为这是十件友朋已经抢购掉的，太漂亮，这是侍女。对，所以我相信你穿这件会更漂亮哦。好好看，好好看。还觉得友朋穿这件好不好看？很酷吗？这还是留给在场的女士了。同时
是会作为我们这次活动的宣传大使。那我相信在今后我们的活动当中，将会看到有更多的身影。我相信你会跟我们去贫困山区吧？是，我希望能够亲自去这些山区，把这些靠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的这一群人们，他们整个制作的过程，把它呈现在荧光幕面前，让大家知道他们是如何重新站起来。对对对。其实我在这边也有一个小小的不情之请，因为我们的这一个，我知道这个善心行，这个善心的商店，目前暂时可能只有北京、上海和广州有吧？哦，目前只有在北京哦，就是乐聘对，这是第一个，未来可能暂时的计划也只有三个。那我有一个小小的这个请求啊，我希望这个就是扶贫基金会或是一些善心的人士，咱们可以开设网上银行。因为其实这些 T 恤，所有的年轻人都会爱穿的，都网上银行就可以购得。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做善事，这样意义更大。对，我相信我们会有更多的渠道，所以今天你会做我们的宣传大使，让更多的渠道去了解我们的项目。我希望我有起到作用。那当然，所以在这个公益商店当中，除了卖我们来自贫困地区的产品，我们会发起一个明星联盟。啊，对对对，这是这个善心行里面的第二个，我们还会卖其他的东西。对，那么我们会让更多的明星来参与到我们的明星联盟当中，他们可以捐出自己的物品，常年在善心行里面做义工。这件衣服呢，还有牌子在上面。其实这个是有一点点小故事的。本来，坦白说，买了这套衣服是打算上海电影节穿的。结果大家知道，一年天气比一年热，我实在没办法穿这么厚的衣服到上海去，所以大家都选择了轻便的装扮。那这套衣服呢，我就搁在家里，一直想那该怎么办呢？一直到得到这一次活动的邀请，我想，哎呀，这是老天的意思，这套衣服刚好没穿过，可以拿出来捐。那我个人认为呢，对一般的朋友来讲，可能不像我们艺人，有很多一些比较隆重的场合需要穿。那我个人的建议是，如果有什么有爱心的，最近要结婚的这个新郎或新娘，不妨买一件这个，结婚的时候穿上爱心的西装，分外有意义。非常感谢友鹏。上台接受捐赠并颁发荣誉证书。这套还不错哦，我买的时候底价超过10000块啊。哇，那你觉得我们底价拍的底价应该多少？这就要看新郎的爱心了。新郎爱心不够，新娘就重新考虑。好，请接受我们的荣誉证书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哎呀，天海来人了，你有在合个影？我在等吗？谢谢会长，我们一起合个影啊。往后的，往后的，别急啊。谢谢，感谢友鹏的爱心。那友鹏非常支持我们明星联盟的发起。那今天在友鹏的号召下，您知道会有谁来响应你的号召吗？谁？刚才签名的。我们中国力量的代表。2008年奥运会的举重冠军张祥祥先生，作为奥运冠军，他们也是我们中国力量的一个代表。那友鹏，我们会让更多的明星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明星联盟当中来。对，而且听说今天也有宝贝带来。对，没错没错。所以张祥祥，你告诉我们一下，你会带来什么？我带来的是2008年8月11号那天晚上，我比赛那一天和我一起奋斗的 T 恤衫。我们请祥祥给我们展示一下。还有签名呢。这件衣服怎么说，是穿在我最贴身的地方。然后外面还会有一件红色的举重服，那么大家感谢义卖，谢谢张祥祥先生。对不起，我可以打一个岔，不好意思。像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有底价吗？买得起吗？应该比结婚的价要高一些吧。我觉得这是基本的，这是一定要的，就是大家应该是不是这个这么有力量的衣服，大家应该出高一点。对，爱国旗不要忘了，爱国之心。对，所以今天捐赠的物品我们都会收藏起来，在我们下次正式开店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们的明星联盟还会再有人过来，然后一起来进行我们今天捐赠产品的义卖。我的两位明星来合一个影好吗？
量来接受我们这份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捐赠，并且颁发荣誉证书。非常感谢张山祥的中国力量对我们的支持，我相信我们善心行的基石会更加的坚实。好了，你往后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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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挤了，后面了。启动仪式非常简短，那么在这里将进入尾声。我非常感谢今天到场的所有的嘉宾、明星。